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而普贤大师之德，断在道归极乐也。普贤菩萨的大德，究竟圆满的大德是什么？就是领导我们回归极乐世界。华严会上到最后五十三参，最后第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菩萨善财童子参访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。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大家好懂，普贤以十大愿望，保举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大德了，他保荐善财童子，同样也保荐每一个幸运持名的同修。你只把这四个字做到，真相信，没有怀疑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就行了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愿生净土。我没有别的希望，就这么一个希望，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到那个地方去拜师学道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成道，成道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苦难众生，干这个事业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，准备到极乐世界去。断恶，不着断恶的相；修善，不着修善的相。啊，着什么相呢？只着阿弥陀佛的相，只着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。啊，我再说得清楚，说明白一点。心上不能有东西，心上有东西，有善有恶，有人有我，有是有非，就染污了。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不但这个东西没有，佛法也没有。佛在《金刚般若经》上讲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，如果有佛法，佛法染污了清净心。你看清净到这种程度啊，达到究竟是什么？是一念不生。
最后连这句阿弥陀佛念头也不生，恭喜你，你圆满成就了。圆圆满满的回归自性，成无上菩提啊！啊，无上菩提，无上的佛果，我们今天通通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。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啊，将来决定往生，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